法师，诸位同学、家请大家甲我做伙皈三宝。阿夏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。 书中今日来自民终，皈依佛道，两脚顶尊；皈依淡摩，二月顶尊；皈依精卡，诸将顶尊。阿夏勒尊念我弟子妙音，书中今日来自民终。 皈依佛陀，两脚中尊；皈依檀摩，二腰中尊；皈依正教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诸众今日乃至明尊。皈依佛陀，两脚中尊；皈依檀摩。 二要中尊，归依正教，四众中尊，加夸大经可住。第九百十一，道生第三行，可对如下哦，修仙。 经文有三小段，第一段生死自动，有今做别开时，甲咱讲宇宙之间诶，事实真相，<这>请请看经文。 人在爱欲之中，独生、独死、独苦、独来，各乐自当，无有代价。这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唔，若在做界顶面讲。 爱、啊、欲，爱、啊、那是真爱，欲那是贪欲，实实在在啊，就是生死的根本，也都是六道轮回欸由来 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？佛陀大圣经常甲咱讲：诸生清净心中无有一物，也都是讲什么拢嘛无。 这个一切办法对对来呢。修诸行，所生所现呢？修梦心，三性无量无数。 无尽诶变化啊！咱学佛学遮侪年咯，啊，小看有一挂概念咯，这個、概念是正确的。啊，都是诸佛如来的。 无种净土，这是净土，啊，真正诶净土，这是真诶，人家互助一经发解，那诸相无现象，一经发解无现象。 那有医保，有正保，是不妥。诸生清净心，在正中四土内面讲，就是常即工常即工内底无依正诶现象，是不妥。有，是不妥，是心现诶。 一切诸佛如来方便土同基土是色变呢？色是甚物？是咱的念头啊！一切化众心相生啊！同基土是六道轮回，方便土是四生法界。换一句话讲，四生法界和六道轮回是咱的心内底。 分别执着变现出来。若无梦想，无分别执着，就无想法界。想法界是假呀。南京那里堆落地十法界来堆，而且非常不现。堆落地了，多人回来堆。 修法界内对上界差的所在，最不善的所在，咱伫这内对。你来问我为什么？咱的念头不善呐。咱的某些念头是真正帮助别人呢？啊，无条件去帮助别人呢、啊？希望别人离刻得乐。 咱无即个念头，咱帮助别人，拢是有条件啊。啊，好，别人离开得咯，我家己台生要有一份我无得着，立嘛免想。是即种念头啊，有念无念，拢未出即个范围。 这是什么？这习气啊！这是烦恼啊！烦恼习气太轻太重，转未倒转来。就算是我拄着佛法听无，无开悟啊！什么原因呢？烦恼习气咧，甲离障碍，都理在这底啊！ 古往、哦、今来啊，偌多人修一世人，啊，十几岁就闻到佛法，到八九十岁老死，也还个死去轮回，毋知有偌多人呢？啊，修好佛法，瞧我啊，就字个照了，啊，这里、個。 原因呢？因果法师甲咱讲，心经啊，关系着你即块啊。咱诶真信心无够啊，那你恭敬心无够啊。咱对于家己梦想分别即着即关心，非常非常诶重。 也治未过，咱啊修到这个心，所以也是著去轮回啊。什么时阵来成就？咱你真心啊，真心恭敬的心出来了，有够咯，有想要出来无？有想啊？ 但是就是出不来，这些都无可奈何咯。无可靠，不信的在假敢人坑，坑咱都爱下恶修仙，咱也可是咧作恶。 啊！我无爽快，你嘛免想要爽快。我你自己觉无快，你嘛免想要爽快。总是這种念头，总是袂当亲像地宗破萨，代一切众生受苦，代一切众生受不善的孤报。 我无立地讲，啥难立地讲。地藏菩萨的学生拢成佛咯，伊诶，即个悲观啊，无改变，也是伫咧苦道内底帮助苦难的众生。 啊，咱来,来,来看《第一种本愿经》，即部经在多里天讲呢，毋是伫人间。啊，参加即个法会，来法会来听经呢，来何止即种菩萨的即、这个人是啥人呢？是方诸佛啦。 那即、啊这个场面，伊、这、即个经内底都无即款诶记载啊。啊，为虾米伊切诸佛要参加即个地藏法会呢？地藏以前是诶老师啊，啊，因是地藏诶学生。啊。老师是会当幸福诶，伊无愿意幸福，愿意大众辛苦啊。 慈悲也够杰出咯！大乘学佛要对到学起，对地藏学起。地藏所表诶呢，孝亲尊师啊，不好父母，不敬老师，即、这个做何事？ 这个一个无间地狱咯，这个，这个罪是所有罪当中最重的，安、啊、尼是难得明白咯。孝亲尊师是第一点啊。 两百年前，学生的心目当中也有老师，上进心比古早时阵降温比未着咯，比现在人是有无啊？现在人对我也并不不好啊。 啊，对老师的唔咋尊敬啊，所以咧经典拜的面前，看无啊，听袂入啊，啊，这里袂当怪伊啊，已经可怜啊。 无量寿经那里讲啊，真好啊！善人不善，不识道德，没有五家殊无怪呀、啊。佛菩萨对物价爱做作作业，北部不好父母不敬师长呢，未加责备，未怪因呐、啊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呢？无人教、啊。 伊诶爸母疏忽咯，爸母无教伊啊，老师嘛无教伊啊。哪讲爸母无教伊，伊诶爸母诶爸母嘛无教伊诶爸母。但换一句来讲，那要向上对数，至少要追溯到六七代。 这个是怎向安付呢？所以着应当来原谅啊！应该是怜悯心，唔通生责备心。哎呀，真正是太可怜了。那中国传统文化。 虽然讲到这款诶挺多咯，这多哭逼诶，完清最后一百年，造反了，讲诶人抑个未少，做人都无做咯。 到民国年间，满清亡国，国诶人著拢无咯。谁人知影？那从我即款年龄，出世伫诶民国初年，抑捌一点仔边啊。我伫诶十几岁进前，即、這、抑个记啊，真清楚。 真卡，有一寡读书人也咧讲，我有听着印象真啊深刻，目一点啊变啊，也有做教无，无做教啊，咱所做。 我家己定咧讲，甲个人来比，咱袂及格啊！个人至少有六七十分及格咯，咱大概啊只有二三十分，你看差偌多啊！啊，但是今仔日诶人在咧做诶时阵。 无听到只有两三分尔、啊。我也是会超过因诶十倍。啊，我若是甲个人来比咧，个人会比我悬两倍。我著是碰即点仔福气，所以呢，会有无言拄着本老师。 拄到钟家大书，拄到李老师。那、啊、才有今仔日即点诶小小诶新就。那后面敢有人来记起呢？真歹讲，总是爱靠缘分啦、啊。

噶阿弥陀佛，给一个发言呢、啊？什么时候红心呢？什么时候真正红下满延？心安气平，一心专注，也就决定红心啊,啊！这件代志，对李兄来讲。 只要一口气也未断，拢抑会赴啊！阿弥陀佛，第十八愿讲啊真清楚，你命中时忏悔业障，承认家己错了，真正是对真心内面发愿求生净土，啊，拢会赴啊！ 啊、阿弥陀佛诶，摄修力啊，会来接引你去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！我学佛学六十二年了，这人生有能受惊，这人生阿弥陀佛啊！这知影讲这部经。 是一切诸佛如来星星分度众生生福德的底经啊！这些名好功德是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你做了无量无边的好事，这无量无边的功德比袂着啊！

善君福德一面，成熟的人，遇不无一未幸福呢？遇未到太难了，遇到都幸福了。我唔是来君，唔是上帝啊，中下军星。 那该在我啊，搁会听老师诶话，伊教方行，毋过是老师甲净土宗啊介绍互我，我大概学了二三十年才相信。啊，经内底讲嘅咱贤之法，啊，即、啊、句话咧，我印象啊是非常深刻。 啊！我是对人生的当中相信呢，相信毋是老师坑我，是对华严、阿华、灵严这个、大经大论相信。若要涉猎着这些啊大经大论，我是真恶去相信，有怀疑啊。 世界上哪有这款便宜的代志呢？五岳十二飞蓬复发的，拢会成咒啊，闻所未闻啊，哪有可能会互人相信呢？ 啊，比喻出来有真诚心、恭敬心，啊，真正体会到佛菩萨的慈悲，佛菩萨的智慧，佛菩萨的结公睿德。 那加持人呐、啊，保庇人呐、啊，那极乐世界定如是讲，阿弥陀佛来保上班呐、啊。那时刻阿弥陀佛咱呐、啊，保上去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保证咱啊一生幸福，太殊胜喽 无一个下当甲伊来相比啊！这真诶毋是假啊！啊，念老阿弟即代提醒咱，真爱上歹当啊！ 含药，无始劫来的烦恼，即是生死根本，了多轮回的根本。了多轮回是对家来的。 即两个若是未当放下，进入世界都未当去啊！啊，这著是李老师定咧讲诶，一万的念佛人，真正往生诶，只有三五个，什么原因？迄、那个三五个人，呃，真爱贪欲放下咯。 来伊平平安安去咯。若是讲抑个有适合贪恋，无放下，系对不起咯，你都袂当去咯。我们先讲呀，爱不中不对所婆啊。 念不易，不行净土啊！即两句为重要啊！你阿卖专一，毋通夹杂情爱，毋通夹杂贪欲啊！真正想欲往生诶人。 一定啊，跟阿弥陀佛啊同款，噶所有一切众生拢看作是佛是，啊，什么佛呢？阿弥陀佛。咱噶袂当轻慢阿弥陀佛呢？咱噶袂当啊得罪阿弥陀佛呢？ 这龙嘛是众爱利众生的呀，这个话也是真的，不是假呀。吉祥摩莉佛的欢迎经常跟咱讲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天台记者大师完全肯定，完全接受。 啊！伊甲即个佛理讲甲非常清楚、非常明白。即、这个佛理是安怎讲呢？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？一切众生该有佛性啊！一切众生拢总是佛性，都、就是真心本性内面流出来啊！为能大师。 安我时阵讲最后一句话，会记你袂、那個這個就是？我记自生人生万法，即句话意思著是讲无想到自生诶生万法，万法是自生生诶，我也是自生生诶，伊切众生拢嘛是自生生诶。所以啊，伊切众生是佛，我嘛是佛啦、啊。 啊！学佛头一个都要相信这句话，这句话若毋相信，啊，你就无学佛啦，你无了解佛法。啊，既然是佛，为什么变即款诶呢？难未了诸生啊！诸生是本觉啊，无未晓诶。 但是咱今仔日卖咯，虽然卖租金低咧，租金是失去了啊，但是租金变值咯。这这个卖呢啊，都叫做阿拉牙啊，所以佛都讲咯，你这话。 忠心向善啊，爱影讲？真心无相的啊，啊，真心内底是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。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是妄心，是迷的时阵诶心。啊，即、這个未迷就叫凡夫咯。咱、啊這個啊、现在是伫即个位处咧，即、這个位处。 天台大师，甲伊啊啊，称作名利积福，福讲：“你是福啊。”地家大师也承认，但是你是名利积福，啊，有福诶名，无福诶实啊。实是虾米？或诶智慧你无啊？或诶德行你也无？或诶相好你无啊？ 但是你都要知影，你迄个第一会啊，德行尚好，并无失去，只是现在有、嗯、你啊，不现，伊无起作用，伊有，什么时候起作用？你跟我都有啊，跟我伊就会起作用。 落伊的委屈作用是一番道理啊。啊，现在人都得合法，那明白咯，但是比较深有未比较坚固咯，做真诶罪孽啊，现在明白咯，我们合法。 端午、哦、修仙啦、啊！啊，真正去端午修仙，然后求往生，即叫做啊，关行结佛，关心什么？你真做啊，你毋是做假、啊。 虽然真做咧，功夫也无得力，可是关刑啊嘛是有三八九品啊，上三八一关刑，净土总工是功夫心片，关刑都是功夫心片。 往生自在啊！想欲什么时阵去暗暝倒佛来接因，真正有把握啊！啊，中下品的关行，啊，完全、哦、啊靠缘分咯。即个缘分著是人命终时。 最后诶一念是阿弥陀佛。哎呀，决定的心，最后一念那毋是阿弥陀佛，你呀、啊、会再起六道轮回？为着要保持临终最后一念，决定是念佛。 现在拼命来练习啊！现在咧练兵啊，王星是拍战啦啊！互咱咧念头一刚啊，到暗啊。所以六时钟拢是暗暝，大佛，拢无别的杂念，这叫做净化啦。 这叫正念，咱才有八阿往生。若是讲也有足多足多杂念伫即内底，就袂当往生啊！啊，尤其是较有邪人。 中国古人讲诶较有戏咯，著、就是讲六十以后，即、这、是、个、较侪戏咯，较侪戏咯。古人甲人诶一生分做春夏秋冬，很天好啊。二十以前是春天，二十到四十是热天。 四十九、六十是秋天，六十九、八十是寒天咯。啊，寒天啊，既然到寒天咯，以后都无咯。八在以后叫做红椒粘连呐。 无一定啊，什么时阵会走去咯？啊，所以讲，第心态啊，都爱做一个缓满诶准备啊，准备讲随时会走啊。若走是一定会走诶啊，若是去什么所在呢？ 啊，若是善心善行诶，伊去诶是天堂。有法讲天堂啊！啊，善心善行是无真正圆满诶，伊啊，先堕恶天堂啊！ 哦，个咧祖先都三恶多啊，所以你去到位要知影，六十岁以后著系非常认真准备家己诶后事，我从来要去到位啊。 啊，拄着佛法，拄着正宗，这个缘太深了，祝福弄来给你恭喜咯。为什么？你有机会在这一生的当中，超越六道轮回，重新进入世界，该六道轮回永远告别了。 即是正宗的无量法门，内面显现出无比殊胜，而且安怎人人拢有条件，人人都人都会当修，无分富贵贫贱，无分男女老少，前几工。 我看到一个资料，十岁查某囡仔念往生，你嘛是念三年，无地是知啊！啊，亲戚朋友上往生，看到伊。 在即个念当中，提咯，无破病啊，无事好无正常啊，啊，所以咱看到经常即几句话，感触非常的深。 啊，真爱贪欲，是事啊之本啊，世人骨体尽力有爱欲之中，特别现代人，都这个不是安尼呢？尽力伫即个也爱欲之中，伊啊都会做无量罪业。 起心动念，伊个，伊咧作业，英语也伫咧作业，行为也伫咧作业，啊，做甚么业咧？拢嘛是轮回业。 家己要清楚，要明白啊！有时事处评比，提升生,生命来搞事咯。啊，评比是啥物？依照你诶业力去轮回去咯。流转无穷啊！流转是机率多啊！ 唔一定是都系多啊！那金常甲咱讲啊，真清楚。他们爱是无鬼，天慧呢是日觉啊，母亲呢是静心啊。 那、啊、这三种贪嗔痴，那拢有啊。那、啊、而且拢无停止的时阵，时时刻刻的去现行，啊，去现行就是咧作业。做啊贪嗔痴，这是要安怎呢？ 下面的句子里好难看。种树灌少你洞，叶大叶大，叶冠少真多。到啊，新树灌条咯，新树高新来，四月时候独株起。 这个时阵无人会带你去啊，嘛无人会当代替你,带你啊，所以根本上独生独死、独去独,独来啊，完全是严厉啊在咧支配你，你家己袂当做主。 啊！你有真心，真心是无路用啊！妄心业力咧做主啊！可乐主动啊，没有代价。你心善，诶行善，你得到是乐。这个乐是啥物？三仙刀啊！ 那领导是三仙岛之一，咱现在第一领导，其他岛诶，即状况咱毋知影，领导诶状况咱也应该非常理解。啊，领导好无？ 啊，有小小诶乐享受，但是咧享受诶时阵，拢嘛会自虐啊，那代志太麻烦咯。特别就是临时环境，有意无意的得罪人，家己毋知影。 古人咧讲诶啊，言者无意，讲诶人无意思，可以讲啊。但是听者有心，听诶人俩嘴讲，你咧骂我，你咧讽刺我，你咧损我。伊啊，是安尼生咧听，诶，伊心内就有万分咯、哦。伊是无心咩、啊？ 无心话诶时阵和别人啊，三心万分，这就是你作业吗？这个业爱家己收啊，无人会当代的啊。 啊，我家己咧想看卖，这一生抑阁未歹，每工拢嘛无离开宗教，每工有遮尼侪时间来甲大家分享，就未歹咯。毋、嗯、过是有人诽谤我无，有人伫咧羞辱我无，抑有障碍。 也有真正诶困难啊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啊，未学会的时阵啦、啊，做啊，毋是诶啊，做学生的时代，负同学啊，批评同学。 风气东学，那毋是今仔日我现在收诶旧报咧，自作自受啊！好啊，现在不掉咯。那若讲是来写这报，那就不得了咯。啊，所以说心机甲反省也都吹着咯。诶，即、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？原来就是自作自受啊。 啊！汝即个反省知影毋对，认错咯？别人教互我，我会当啊甘心情愿诶承受，无怨恨，无报复啊！若讲无怨恨、无报复，抑去感恩。为什么？伊替我消业啊？ 我过去也未学会认真作业，消极了。啊，哪会知影消极呢？业中当这个经看袂清楚，经内底意思看袂出来，就依不量受经这三年来讲，我这是第三遍，这边。 比一边看更较深刻，一边比一边看诶范围扩大，即个进步啊！即个业障消嘅现象啊！那以前为什无看出来有业障啊？听经嘛是安尼听啊，所以呢，诚心诚意来听，逐年都有进步。 旧年听诶无听捌，今年听有咯。即拢嘛是消业种啊，消气诶即款诶现象。人业种啊低诶，今年也是听无，抑是半信半疑啊。那、啊、所以讲来到即世间来，离开即个世间。 真正都是独生独死、独去独来啊！可乐主动啊，没有代价。这是指可乐的姑朴，拢总是自作自受啊，甲别人毫无相关。若咱家自作自受受，甲毋甘心，去责怪别人，罪加一等啊！ 那你的罪爱未消，你的罪增加，这个拢嘛是自然的现象，这拢嘛是自然的规律啊。那一般人讲的真理啊。 敬兴文，主动就是自修，爱甘心自修，毋通去怪别人。啊，对别人还有敬意。啊，这是一个有智慧诶人。啊，对别人不满，充满着怨恨，佮要想方法来敬人。 这个罪啊，都当咯。一定爱想着讲，来生别人若用即款的手段来对付我，一定就是超过我今仔日来所做的。但是不应啊，不应总是爱有添加，生生世世，即两个人不来不去，以后就会有大灾难啊！ 这个作战队和你队伍间对抗啊！这个呢呢，文昌帝君林志文头一段，伊啊，说明着伊过去十七世也因古布。 啊，都、就是甲即个冤亲债主来赌。啊，一些一些拄着，一些啊，比一些较厉害，那、啊、过去伤到无辜啊，毋知有偌侪人，真正是后悔无及啊！ 那以后拄到佛法明白咯，这家心中的万分就是放下咯。咱过来看下面这,这段：六处异道，这就是六道轮回啊。 善恶变化，对调所生，道路不同，慧见无极啊！啊，亲爱的人，慧见无极啊！有缘分的人啊，定定去万会去拄着万种花啊，爱别离啊。 这是六道来对真相啊！咱来看，念老会注解善恶变化。啊，经向大师讲了，善变化。 都是先出步，以作为先因，哎，坚固现见呐、啊，这是变化了。哦，变化了做这个恶因，恶不现见啊，什么都现见，这都是先露变化，将因变作故咯。回说来对供。 因是以善果，现在咱做人这善果，毋过是咱所做业因恶啊！业因是虾米？为什么讲业因恶？讲个正呢？肯定业因是自私自利。 这是恶啊！贪嗔痴慢，做出来行为，决定是损人利己。多是不是安尼。 有福、哦、的人嘛是无离我，真管大利。啊，眼骨功啊真好啊，当脚吃米，青。我这一生没 接受别人的领导，我不领导给别人啊！啊，昨年华中佛教视听图书馆还用技术领导啊！ 啊！我离开台湾移民啊，去新加坡接受李博远技术的领导啊。以后移民去澳洲，澳洲名挂是我，实际上我无权。啊。 我嘛无定伫迄边。啊，福德教育基金会，我伫遐伫挂名当署长，总干事领导啊。啊，我个计是讲一个名分较好一点啊，我是过门的新婚。 因重要代志，有当时啊，未当去决定诶来来问我，我就甲因提一摆建议。我无做主啊！啊，伊生所以讲，无管人，无管钱啊，无管事，我这一生都是读书。 教学，我是这教员的新婚。该说下莫牛好恶呀！说下莫牛当年在一些学生真多，无坐正。格当个关系是师生的关系，那欢喜是教学修行在个人啦。 你听有，你著知影要安怎修了。啊，经团内面有教导大家啊，最重要是爱好爱敬。中国古人嘛，受这意思，家和万事兴啊。 大家做伙若袂好，即、这个团体就无前途。那、啊、所以，同行诶人、管理诶人，伊啊最大使命就是要安怎和这个团体和睦，诶功德无量。 啊！伊若是独断专行，和这个团体袂和睦，伊会做得深咯。啊，特别是佛教团体，啊，伊必须得爱执行三规五戒，实现良好数量六,六多，好诶领导人啦、啊。 啊，即、这个做未到，即、这个团体都无凝聚力。啊，即、这个团体是一盘散沙。啊，团体诶领导人甲我诶关系。 啊，什么关系？你害关系啊？毋是道义啊！我伫即个团体对伊是有好处，伊、哎、啊这个、容纳我；我伫即个团体对伊若无好处，我都爱紧走咯。 我这一生就是安尼行过来啊，啊，所以我深深体会到，佛法啊比方法更加重要啊，更加艰难呐。佛法是毋是当主世间？不是方法的人，方法的人不管，是第好法。 啊，我这个概念是对细汉建立的，相信命运了。我做人甲啊，看上算命，我诶命是贫贱，命呢无在乎，贱呢是无地位。 啊，领导人，都爱有贵相，啊，命中有观音，这是领导人啊。命中无观音，你别去创，人是未福啊，你领未起来啊。 这我家己真清楚、真明白，所以一星期拄到这个好诶，这个领导人，我会当帮助伊做一点好事。伊若袂当接受，我袂介敷衍，短期诶合作，真正若袂应，我就离开咯。 外面工筋诶所在侪咯，时间真长啊！讲偌久呢？未超过一个月，有诶所在是一礼拜，一年一拜，即蜻蜓点水啊！对，我钢筋是有好处，对大众利益是较。 微博啊，所以呢啲仆字啊，啊识啲罕字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就算讲讲一個,个月三十天啦、啊，讲完啊，大家的大部分拢未记你咯，所以真正恶得到利益，真正得利益是伫一个所在无点动，当其光经。 这个言呢，早年无信息啊？如果一九七七年，我哋香港刚经好啲年老技术，把这个有好强用，好我，安尼我就会喺香港登记大落来。 我著未离开这个所在，我伫四川也干经五十多年，也影响了真大咯。啊，到我八十外，岁只福啊！哇，已经是到甲应该要走时阵咯。即、这个啊，世劫因缘啊。 啊，毋管安怎，我伫即个所在讲五十年来讲，别项免讲，著、就是讲即个时间、历史都有真大诶影响，迄是真实诶功德啊！啊，现在共用好啊！ 我大家拢想要走，时间到咯，精神体力拢衰咯。啊，这个小所在当养老，环境也足清净呢。 啊，伊有即个心，我对伊非常感激啊！啊，所以咱来记哩念念古宝啊，完全家己承受，毋通责怪任何一个人。 警醒，主动就是自修。下面一段，六处异道，即是绝大多数诶人。今下日，无论是呃修学虾米法门，未当当见思烦恼。 都未当超越六道轮回啊,啊！这是一定得要去作修丢英文常讲善恶变化，对著所行，都路不懂会见无极呀、啊。 咱看注解，前恶变化者，经行文先变化即显注补，后变化即恶注补，因果啊！会说的讲，今世虽显故所作啊业啊,业,啊业因恶啊，即来世。 变就永固啊！现在虽然受恶报，毋过是做足诶。先，即是业因。这有生化相福报，千变万化不可固说，业因呢？ 必然的遭受枯报，这是自然的规律啦，无任何力量会当改变。阿夫格兰共。 抑是会改变诶，的，谁人改变呢？家己，家己啊，甲念头改变，古步的改变咯。无论是做善做恶，我拢袂去想即个古步。我现在只想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啊，且著转变咯。 诸个变化，之啊有一概呀、啊，有加上所物屋因的苦，现因的乐，一步一见呀，一家难一之一，正是真的意思啊，用真进，一道。

因是人前诶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因是过去诶啊，过去所做诶，今仔日继续过咧做，这著是因，拄着正常人。 所以呢，古婆的现见经常讲呢，对著所行，对就对、就是对讲对道理，位于所生之处，古婆对随。 相中不下随机应变，感得善恶之报、哎。这款代志，任何一个人拢袂当避免呢。啊，自然的规律。 自然的定力家上大师伊讲，祖先家天堂古伯一台极，咧等你啊！作家咧，都算剑秋嘛，只咧等你。都算剑秋都是作家啊，能够国语啊。 每一人死了后，去处都无同啊！啊，生处现殊，故临终分手，更生永别。 啊，一期是一期诶，固步，而将了延登去咯，以后就无咯。啊，真正应、啊、这这是应变咯。啊，只有即项代志，会永续落去诶，毋是永别，啊，著念佛啦，念佛啦。 甲念佛诶人，袂应变咧。甲叫乐世界抑是斗阵伫叫乐世界做回来修行，成佛了后，抑阁是咧斗阵度化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你是现佛心。 伊是迄菩萨心，我是迄罗汉心，都那就欢喜共款。每一个人选一的角色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把上心都菩萨，道生马是阿尼。 下面即句讲咯，三多一暴啊，五五千年，那不是五千年呢？三多太可怕咯，讲时间太长咯。啊！五鬼叠加啊，真死啊！ 辗转六处，何以重逢啊？加中逢也不相识啊，过往、啊、会见无记。 啊，所以人生在一世，来看破了。哎、啊，结善缘呐，我定毋通去结恶缘。啊，来生会当阁见面无？这是念力啊！念力啊，非常坚强，非常坚定。 来，谁个再看掉？啊，阿妈，听爷孙这,这人情啊，人情来对是至亲，至亲，真心吗、啊？ 啊、阿妈死了后，真可能投胎去给孙那做好生。孙那大汉了，结婚有囡那了，囡那真心啥人呢？都、就是阿公阿妈，过来咯。啊，要做知影我连头一重要啊。 啊，这念、个、头强烈的这个念，心观念头，若是讲念阿弥陀佛，会、啊、决定生净土，都这道理啊！啊，咱明白这道理，所以念佛咱相续不断啊，那甲时间看过去，就阿弥陀佛。 念阿弥陀佛，这世间事拢卖去擦皮啊，拢总放下啊！或者警告嘛，毋免去擦皮，太醉了，学不完呢。我就是以什么以预要来去记世界，到记世界了后，看着阿弥陀佛咯、啊，我接过来学一切警告。 啊，著不困难咯。呀，有成了后，会亲像世尊啊，共快把上心刀普度众生啊。下面即段，贯列修仙。 努力啊！首先袂搁再自恶咯。啊，不善的人，家己一定要用真心去感化伊啊，用真心去怜悯伊、爱护伊啊，无一个袂回头诶。 啊！潮州谢总来我即地来做报告。我听晚来西写嘛，改找来嘛，西啊，做八小时的报告、嗯，难得啊，以前的乌社会。 做尽了歹代志啊，有好了后，特地回头办论坛啦，和伊个以前做恶债的朋友隆重回头啊，是菩萨啦。哪吒这个忧心的变都变作菩萨，做出加好后成就。 这是大家赞叹的呀、啊！啊，伊甲我讲，人是非常好教的。教偌久一礼拜，一礼拜啊，都好只会歹人啊，会挑时间啦、啊，不可能，咱来接受啊。 请强环境何不强健时，努力修仙要好太好，毋通搁再等咯？咱嘅身体强壮健康嘅时阵，赶紧啊努力修仙。竹阁来对讲，游端灌入树林，下雾修仙。 啊，付出比教教结束咯。啊，用啊，虾米来帮助咱呢？用教学啊。是看摩尼佛当年在世。 噶，伊做伙菩萨、如含足多啊，那确确实实做够了，专心专意为众生服务。 啊！伊做什么代志呢？伊做一项代志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教学啊，教学先显圆教。 家己爱做出榜样，予人看，别人才会相信。家己若无做好榜样，你安怎坑人？人拢未相信。那所以，切莫念佛现身说法。 家里都要把世间诶名文利用，好贵呀！放下，能听无？这家伙的祖先，一出世的帝王家啦，老爸啊是国王。 而且是大囝，继承王位啊！伊也十九岁离开家庭去修道去求学。王位是大家小姐一扭出来咯。这就是父母样啊，唔是假啊！宫廷内面。 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伊都无爱咯。伊去外口去偷拍，你终于石桥海雪走出来咯。甲人讲啊，国王拍左啊，国王爱足操心的啊。 但是若办无好，对伊啊众生有不利，伊从来排因果责任诶。啊，为什么写去王位，惊做无好啊？啊，别人相信啊。

甲所谓放下是放下所执著，两个著、烦恼著、所执著。啊，十九岁放下烦恼著，三十岁放下所执著。给菩提手卡立顶就开悟咯开悟了后，就开始教学。 李乐亚玩甲五 BQ，啊！甲因讲科技别多，讲属性低，条丁如开我啊！真是智慧啊！真是对对对来，毋是对我靠来啊！ 外面悟来是知识，内心悟出来则是智慧啊！智慧才有路用，智慧的成婚啦，明星见性，见性成婚啦。啊，先看摩尼佛成婚咯。 伊会开咯，无师自通啊！啊，伊伫老遐玩讲即个，苏铁花，苏铁花甲啥人学咧？无人教呀，家己啊学出来啊！啊，伊也讲风景。 讲白遮，讲花花，讲花言，讲灵言，即系大经大论，伊也去都位学来。主要怎样？我能伊嘢，完全是对自性啊、清净心内面，把这智慧诶内面。

无量德、名相好，都是无量无边际。那建行呢？啊，性德完全开发出来，来教化众生呀。众生包括是什么人呢？上凡呢，包括啊，顶格菩萨。 啊，都、就是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释迦，有灵力感应，从下面包含着啊无间地狱啊是用即个诸生本来就有诶个智慧。 啊，无开我，性德是有啊，伊啊袂现钱。啊，无开我，性德有啊，伊无现钱。啊，苦作甚物呢？智慧德能上好，文殊苦作。 人人拢嘛有，所以毋敢欺瞒一个人，难免骄傲。为什么？每一个人智慧呀，德能是平等诶，福法是啊，真平等啊！啊，咱去到西方世界，居民修行正果成佛咯。 所得到诶是自身本有的，毋是对外口得来。阿弥陀佛，无一项物件好难，这还知影。啊，若是讲有一项物件好难，迄叫做外道。啊拢嘛是家己自身内底本主苦作，这还知影。 啊，咱咧真心，真心啊，本不动摇，自信稳定。啊，所以佛陀嘅教育，学习圆满，什么叫圆满？见行。 就圆满，啊！无见性未圆满，明心见性真正就圆满。啊！大乘佛，我现在教什么？就是教你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啊！只要明心见性。 佛陀的这个讨衔啊，就都有咯。啊，佛陀的即两字是梵语音译的呀、啊。啊，意思是这讲我究竟完没的讲我，都称之为佛陀。 人人拢做会教啊，只要你肯放下，咱看严老的注解。 无是世尊哀子啊！每一个人本来拢是佛啦、啊，哪会变成这款的呢？对因爱贪啦、啊，宽心细然啊，可以讲哦。何不探出强健之时，努力修仙。 修什么爱仙？爱修大仙呐，爱修变化界、虚空界啊啊！第一大仙啊，这第一大仙会当包括变化界、虚空界所有一切仙法，一项都不会漏的。阿个注意讲。 都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千中之仙呐、啊，无一法会当过来比啊。一心专念，都、就是努力修仙。将要太之何时？现在不必做，你咪等待什么时阵？ 人老体衰，人有精修啊！修行都爱趁少年啊。如少年啊，好过着如仙度。老人体力都无够，念念都袂记哩咯，念念诶烦恼都现减啊。 努力盘经来对所讲呢？啊，这是说伽摩尼夫讲的话。卡些，忽啊，叫到卡些，比如甘蔗，一比阿意，这个会甘蔗咯。炸无好味啊！啊，迄、啊那个破咧就无味咯。 用起来，比如人，重点、声色也好，如斯。人伫少壮的时阵，精神上好啊！啊，二十到四十，上好的,的时阵，啊，精力旺盛，气逼力压，无三种味。 慢慢老咯，啊，四十以后就渐渐老化咯，啊，四十到六十，六十到八十，八十以后啊就无咯，免讲咯。 中国古人啊所讲嘅，人生七十古来稀啊，活哩这世间，会当活到七十岁无罪啊，啊，不如十九十的真少咯。啊，老了要安怎呢？吃三种味。 第一个出家味，第二个托相味，第三个做相米？这是真的毋是假啊！这三种味出家味，咱参考资料里底有，伫第三页。 大乘义中卷第十一都讲到家家我我信家回家了，或可能讲的你爱相信啦，啊家。都不是。 毋是假咯，即句为意思，真深，言出言善，啊，秀雅老黑相，公民讲堂有一百对联，我底下带两个月。 功能严谨，顶联若像是有车是言，有善言，有恶言，弯弯相报啊。下联就是一路是债，有偷债，有害债，无债不来啊。 你甲看卖，这是佛看这个家，对这个家的看法。啊，但是佛菩萨有智慧呀，会把这个家变做这个道场，还做真好咯。 啊，中国古城先贤有智慧啊会甲即个家变做这个学校，啊，变做这个社团，即中国大家庭啦、啊。所以啊，伊有家道，有家规，有家学，有家业。 咱就厝内有四枝条啊，该凸起来咯。这伫外国无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。四枝条啊，家多、家规家行家业。啊。 啊！佛法是更加深入、更加彻底，甲咱讲即个家，只是有缘相助啊！组织会有个主业，要出家学道，解脱种种在家之难。那出家著是为着即个啊！ 啊，每个的这家庭内的主业，每个受这个家的哭送，受礼乐教啊，乃玉受欲奉，受三归五戒十戒。 出街咧，两百五十街，比求你三百五十街，得、这、街、个、爱味啊！真正出街，依靠风行，吃着发味咯，这叫出街味。 啊！第次说出，为出家落啊！出家若是讲无落，人是安怎要出家呢？论语头一句话讲，孔子讲诶。 啊，你死死字不也也好，你是读上味啊？为什么爱读册呢？读书乐啊，内面真有意思诶！这个乐啊，这個,、啊、个万言放下，个时间给转了，未受四法的。 影响维修说法的干扰，真多啊！困修改灯灰，熄灭贪电痴，得出家啊！有盖有灯有灰。 世俗世间一切法，拢通达明了，心内面分别拢未得，即叫做真正出家咯。啊，在家学佛功夫超过出家人，为什么？ 哎，都是伊无离开红尘啊，无离开家，心内都无家啊。对于红尘，确实是一定不念，心底清净并定格，真出家了。 四尊当年在世，是现生佛的是两尊佛，逐个只知影释迦牟尼佛是出家佛，也有一位在家佛为摩尼师啊。那诸大菩萨看着为摩尼师。 恭敬礼拜，顶礼三拜，有了三赞，甲看着释迦牟尼佛完全共款，完全同款，这咱袂当唔知影呀。 所以这出给发味较重啊，不况啦、啊，我们来的香港，西、啊啊、味哪有发味只尔重啊？所以个头上有味，这上马有味，叫做发气冲冠啦，上叶为实啦，第二顶中一种诶。 迄个啊，享受遗言啊，毋是世间人会当啊，知影诶？你啊，看伊入定滚带诶，即个一分两和尚，咱伫泥坡顶面看到，伊咧修闲。 天天立订，即、这个立订打开啊，总是半个月到一个月，哎、啊，伊这伫遐无得叮当，免音讯啦、啊。出订诶时阵，只感觉条讲，若亲像才几魂钟呢。 啊，实际上，实际上已经是有半个月咯。啊，一个月咯。伫点中诶，感觉几分钟尔。啊，一路毋是五年点呢，定啊定。 哎，现在啊，有什么人，亲像希勒即款诶，真少咯。伊老恼心无开悟，伫山顶无开悟，啊！伊用生。导出雷音啊，导出天清棍弥勒菩萨去咯这是真诶，唔是假。 那伊将来肯定是对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在世间来生活，也做回来啊，而且弥勒菩萨为他一地主啊，就下里佛木建莲这款的身份，协助弥勒佛教化众生。 所以世尊在即地甲咱讲，连老者食三种味，果因一时，努力吃薄，必然呐，即个代志毋通去耽误着啊，趁即卖。 身体一个健康诶时阵来加倍努力。人生诶秋天，人生诶秋天著、就是第四十啊到六十，这年龄是一定都爱啊加工用心啊。 成就家己诶道业，啊修净土，一定要有把阿基往生，安尼就对啊。啊，然、啊、后再来护持正法，啊，你著是菩萨啦、啊。你啊，则讲雷点。 你未做毋对代志啊！那佛法比方法较悬啦，佛法是校长啊，方法那是教员啦。啊，过早时阵方法退休咯，去做佛法，所以啊，伊知影讲佛法诶，人诶需要。 以对一切功用和方法诶人啊，顺利诶方法啊，理性。啊，功德呢？佛法啊，是第一。啊，为什么校长、啊，学校办啊，好，政府奖励是奖励校长，未奖励教员的啊？啊，佛法的兴旺。 是合法的责任，唔是弘法。弘法无这个责任，弘法因著爱听合法诶，合法甲你叫支持你,啊,你告啊，啊，你著爱合法去讲教学啊。伊无教意咯，啊，伊就袂请你咯，你著爱离开。所以正净是毋是会诸事呢，啊，毋是合法人诶代志，是合法，这还怎样？ 佛法的责任嘛太大了，众生是不是有拢来看伊啊？佛法的人都不接管理，佛法会当管佛法，佛法袂当管佛法。啊，就是讲校长会管教员，教员袂当去管校长，都是管道理啊。 所以对佛法啊，一定要非常尊重，爱恭敬啊。好，今仔日时间到了啊，咱都学习到即底啊。